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天父早安。保禄去传教，在途中他有一些人跟他一起工作，有希拉，有迪茂德，以后有阿圭拉、弗里斯拉。那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来了另外一个人，是阿波罗。不过阿波罗他虽然他对圣经很精通圣经，不过他得到的那个洗礼就是肉汉的洗礼，所以普利斯拉跟阿圭拉就帮助他介绍他有关圣神。那他到最后也是非常的有力的来帮助保禄传教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贵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多行善功，借以陶冶心灵，并赏赐我们常努力追求至善、圆满地度逾越奥基的生活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《宗徒大事录》。保禄在安提约基住了一个时期，又出发，依次经过加拉达地区和弗里基亚，兼顾众位门徒。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，名叫阿波罗，很有口才，精通圣经。他到了厄弗所，这人学过主的道理，讲论耶稣的事，心神火热，教训人也很详实，却只知道若翰的洗礼。这人在会堂里放胆讲论，普里史拉和阿贵拉听了，就把他接来，给他更详细地讲解天主的道理。阿波罗有意往阿哈亚去，弟兄们都鼓励他，并且写信给门徒，请他们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依赖恩宠，对信友们的帮助很多，因为他经常有力地当众驳斥犹太人，用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墨西亚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万民，你们要鼓掌，以欢呼的歌声颂扬上主，因为上主至高至尊，可敬可畏，是统治大地的伟大君王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因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，你们要讴歌赞颂。天主坐于神圣的宝座，天主为王，统治万邦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万国的领袖集合起来，成为亚巴郎的天主子民，因为大地的权贵都属于天主，唯有天主
至高至尊。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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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主说：“我出自父。”来到了世界上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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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直到现在，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。”求吧，必会得到，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。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，但时候要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了，而要明白地告知你们关于父的一切。到那一天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我不向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因为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爱了我，并且相信我是从天主来的。我出自父，来到了世界上，现在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因为疫情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很多的以前的我们可以以实体来进行的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用那个网络，在网上进行。那因为这样的，为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。以前如果我们读经，就是跟一些我们认识的，跟我们一起住的，我们才一起读经。那现在呢，可以透过网络，就可以跟其他的人在远处可以一起读经，一起分享。我也有在网络上的读经团，那这个团体是神父修女。那我们读到今天的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位修女她就分享，她说我不晓得别人在祈祷的经验是怎样的，但是我的经验，我求天主，但是我求了很多，如果我要仔细的去看，好像天主没有答应我，没有回应我，我不晓得问题大概是在哪里。以后呢，他就想了想，他就说：“哦，我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没有像今天耶稣所说的，无论你们因我的名向父求什么。”你们就会得到，父就会赐给你们。没有因耶稣基督的名，他说他可能，因为他求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向天主，天主啊，给我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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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他忘记了耶稣的名字。这个是这位修女她所分享的，有可能，可能我们就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祈祷，我们是怎样的与天主的与天主沟通。我们怎样的把我们的祈祷奉献于天主？我们是否透过耶稣基督而奉献我们的祈祷，向天主奉献我们的祈祷呢？另外一个神父，他就分享他自己，他说：“今天耶稣跟我们讲说，你们求，
就会得到。但是我反省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求，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求，但是我得到很多很多天主的恩宠，我就是白白得到了这个生命。他分享这个生命我没有求，但是天主就给了我，以后我这个生命我走过来有很多很多的我的健康天主给我，我就是这样的很健康的过我的生活。他说成为一个神父这个恩宠我也没有求，天主白白的找我，以后呢天主白白的陪伴着我，我就成为一个神父。他说我现在呢我要的就是一个，我每天都要感恩，要感恩天主已经听了我的心，我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天主已经给我了，所以我要感恩。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每天我们除了求以外，以耶稣基督的名求以外，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求之前天主已经给我们了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。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自向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亲恩的安慰者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Amen。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只求主为我一杯道路，要我
仰望主，更接近酒，随。